这是第九期了，这期呢李诞请来了王刚老师，王刚老师上了吐槽大会，特别厉害。我们有谁？雪姨，这能行吗？哎，池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为了你，我一大早我就赶过来了，我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我现在胃还疼着呢。要 peace man peace。卡姆迪，这不是我们对你坐这儿干什么？你这，雪姨，你胃疼，你胃疼就吃药。咱们就自己人嘛，你怎么来的心里都有点数，就实在请不着人了，对吧？你说，行了，池子，respect，这卡姆，你不是绿队的吗？你怎么？池子，你还嫌弃我呢？你看看你的队员打扮的跟变形金刚似的，怎么回事啊？不是谁，他不是我们队的，他你是绿队，有没有人管管他？有没有人管管啊？有没有人管管？要，有没有人管啊？啊？啊，有没有脱口秀大会？我来了。他来了，真来了。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脱口秀大会，更多幕后精彩花絮等你来看。非要经常养，大小不缺氧，欢迎收看由宇宙养肺老字号京东念慈庵独家冠名的脱口秀大会。本节目由最能装嫩的现代牧业鲜羽纯牛奶新鲜赞助播出，感谢科技亮瞎眼，浑身知识点的全新一代别克君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整形别冲动，先看看新氧。感谢安全靠谱信誉强的新氧整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人我脱口秀，三种果粒好享受。感谢美智源三重果粒橙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记录世界，记录你。感谢输赢无所谓，记录最可贵的快手短视频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胃不痛笑得动，感谢一步到位的知名胃药品牌达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好，我是李诞，欢迎来到诞总公开课。今天的内容是教大家倒车入库。有这个视频，倒车一定没问题。上车，系上安全带。第一步，踩刹车，挂档杆，打右转向灯，速驶。第二步，这么快？上车，轻踩油门，倒车，右回头往右后方。终于倒进来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启动别克新君威 APA 自动停车，一键就能帮你倒车入库。我去，你怎么不早说？咦，啊！欢迎来到京都电子庵脱口秀大会，有请厨子王林带领的对不对和李诞王刚带领的对对队登场。最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主持人张绍刚，欢迎。肺要经常养，大笑不缺氧，欢迎收看由宇宙养肺老字号京都念慈庵独家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大会。就鲜就嫩就是好喝，本节目由最能装嫩的现代牧业鲜羽纯牛奶新鲜赞助播出。脱口秀大会，欢迎各位。每期节目由池子带领的对不对和李诞带领的对对队进行脱口秀对战，比赛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不吐不快主题脱口秀，两支战队的队员将进行一v一对战，对战结束后由观众进行投票，第一轮优胜队伍将获得优先选择下一轮题目的权利，而落后的队伍也会获得一份神秘大礼。第二环节改版为不快不吐即兴脱口秀，每队各派出一名队员，现场抽题进行即兴脱口秀表演，本轮只有优胜者可以为自己的队伍赢得相应的票数，输的一方所得投票将不计入总票数，最后按规则计算各队在两个环节的总票数，得票多的一方即为本期的获胜队伍，胜方队伍将选出本期的脱口秀小王，所有的脱口秀小王将会汇合，一起争夺脱口秀大王的称号。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哇，全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是王刚老师，一位是王林老师，欢迎二位。喂，嗨，
怎么了？还有一个最后介绍，我又不瞎。哦怎么嘴那么碎呢？就你目光如炬是吧？真是，你说你好好主持人在这好好介绍嘉宾呢是吧，就讨厌、啊、先介绍王刚老师。王刚老师真的是我的前辈，然后也是老相识老朋友，而且大家应该记得王刚老师去年上过吐槽大会啊，在吐槽大会王刚老师表现非常惊艳，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啊，口碑仅次于我，特别棒。为什么说客观事实还会被遇呢？啊，就是王刚老师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还问王刚老师，你怎么又来这儿了？我没跟您说让您来。王老师说，我这不一看好多熟人吗，我以为是那个吐槽大会第二届，就来了之后，你什么呀这是？仔细一看，这不赝品啊，想砸喽、啊、而且大家都知道王刚老师还有那个张铁林还有张国立铁三角嘛，而且这仨人在某一年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去男人装拍了杂志啊，然后你知道他们这期男人装出来之后销量大减，为数不多买了书的人啊看完之后都崩溃了，所以男人装在今年呢邀请我李诞池子这样的一个铁三角专门给我们拍了大片啊，拍了硬照。很简单，因为他们觉得需要一些年轻的组合来帮他们挽回损失啊，挽回损失。什么叫赝品？怎么现在现场的观众嘴也那么碎呢？说得好。王林老师，演技派的女演员，我喜欢的一位女演员，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塑造了大量的坏女人的形象啊。但是生活里面的王林老师一点都不坏，特好特善良。就刚才来现场的时候过马路扶着王刚老师过马路，王刚老师也诧异说怎么还扶我过马路，扶完之后王林就说，王刚老师我跟你说，在演艺界我谁都不服，就服您。哎呀，哎，今天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来宾，哎，好不好？哎，是对面啊，有一位非常特殊的队员。好，让我们掌声欢迎欧阳靖。欧阳靖大家都很熟悉了嘛，啊，中国有嘻哈里的嘻哈侠。啊，号称黑炮曼啊，美籍华人，曾经在美国的说唱比赛当中打败黑人，得过7次冠军，什么概念？啊，什么概念？在美国和黑人 rap， 啊，然后还得冠军，这就约等于大家假想，有一位黑人朋友来到了中国，啊，和我们进行乒乓球比赛。连续7年拿冠军，大家想象他这个事儿有多可怕啊！所以欧阳靖这样，一会儿录完节目之后不要走，好不好？好，咱俩打乒乓球，好吧？所以不管是王刚也好，王林也好，欧阳靖也好，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们在遇到这些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会有虚伪的人和虚伪的事儿。有一句话怎么说？叫“生活如戏，全靠演技”。我们经常会指责别人。怎么那么假，怎么那么虚假，但是又有谁认真的想过我自己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判断呢？所以马上开始我们的本期主题脱口秀，拒绝虚假 Be Real、yeah. 关注 @脱口秀大会官微，加入脱口秀叨叨团和百万大 V 嗨聊营周边。上一期啊，剩的还是池子队，所以池子队一会儿你们先派人，而且第一轮落后的队伍
不要伤心，不要气馁啊，因为有京都念三养肺大明星安安会给你们送上神秘大礼，主要是打气鼓励。来吧，侄子，选人。我们现在派，我们派这个人比较厉害。谁？我们派谁？王建国。哎。哎，来来，水姨，咱们来安慰。哦。这么上来就派王建国了呀？就是因为你知道第一轮很重要。这是干啥呀？所以说呀，没事没事没事。王建国，你有信心吗？有信心吗？没有，好，没有。反正选择你了，哎，你在对方选人。好，好不好？啊，选谁？有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这么来了这么回去不好吧？你吧，石岩老师，好，好不好？好，选史岩是吧？史岩。大，平静平静，史岩不配这样的掌声啊！史岩是这个舞台的新人啊，对，是个新人啊，对，他之前上过那个吐槽大会啊，但是他连王建国都不如，因为没有人记得他。好歹还有人记得王建国，让王建国在这一季成为了一名普通队员，这都多少期了，他连普通队员都不配。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混迹到队伍里啊，所以是，你干嘛那么严肃？你本来你的段子就非常不好笑，你还那么严肃？来，啊，张老师，哎哎哎，是是是，这还没说呢，你怎么知道？真是还没说呢，就是吧？你穿个小红皮鞋，你真是。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对待新人的热情来对待史岩老师，掌声有请史岩。我从事脱口秀已经很多年了，基本上是从2012年开始，我就在上海的一些俱乐部啊、酒吧啊、咖啡馆开始说脱口秀。我其实一直对幽默或者说对这种喜剧的东西很感兴趣，所以从2017年，我们又在北京、广州和深圳又都有了自己的俱乐部。脱口秀大会很多的选手，他其实都是从我们线下的这个俱乐部多出来的。所以从我个人而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跟这些战友们把一些幽默和快乐的东西带给观众，我还是非常愿意来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来玩的。大家好，我是史岩。啊！哎呀，这么多期节目不见，你们想我了吗？有。啊，你们太假了，真的是。这个节目我根本就没有上过。对，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给你们准备的啊。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拒绝虚假 ，Be Real 啊。我觉得你们这群观众真的特别不好，你看人家张老师刚才在台上对吧，随便说了点什么，你们还喊人家是赝品，你怎么能这样呢？张老师好赖算个明星对不对？艳星。哎呀，鞋是够艳的。我们这期的主题是拒绝虚假 Be Real 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小孩子的世界里有一件事特别的假，就是这个才艺展示，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啊。我从3岁记事起到12岁小学毕业，我觉得我就不是过了10个年，我就是参加了10届中国达人秀。而且现在的这个才艺展示变本加厉，很多家长把这个战场已经摆到了高铁上，尤其是如果你坐高铁，两边一边坐一个孩子，双方家长甚至会让他们 battle。 而且你 battle 就 battle 吧，还非得拉我当评委，你知道吗？这边说，哎，快给叔叔背个三字经，那边说，哎，快给叔叔唱个字母歌，哎，给叔叔背个唐诗，给叔叔给打个太极，给叔叔演个杂技，最后实在看不下去，我说好了好了，别比了好不好？双冠军，好吧？OK。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说话都特别的假啊，我就特别看不惯那种人，就是动不动就喊什么。再不怎么怎么就老了的那种人，你知道吧？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没有逻辑。如果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永远都不晚。对于我来说，只有在吃火锅的时候用得上这句话，再不加肉就老了。而且你真的怕肉老，你不要去吃火锅啊，对吧？你可以去喝现代牧业鲜与纯牛奶呀、啊、对吧？2小时所限，永远不会老。对吧？你绝对不会听你妈说，哎呀，这个奶你得赶紧喝呀，再不喝就老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表达方式也特别的假，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就是如果有一件事儿你特别想表个态，但你对这件事儿呢又不是很有信心，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一个对，比如说真的那个平时我老婆特别听我的话，对，真的真的我们家都是我管钱，对，对吧？而且如果你实在特别的没有信心，你还可以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一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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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真的，如果你加上这句话之后，你会觉得哇，这句话会显得特别的真诚，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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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语言的表达方式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大家可能学过英语，你们知道英语里面有双重否定表肯定，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中文更伟大，我们有三重肯定表否定，对吧？比如说，哎，老公，你看这件衣服是不是特别适合我？是是是。哎，那个王刚老师，下次来上海一定找我啊，请您吃饭啊，一定一定一定。张老师，刚才后台我看您玩笑，您没有生气吧？没有没有没有。而且张老师说这个没有的时候，一定要一边说一边翻白眼，没有没有没有。当然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会让人就是变得越来越现实啊，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变得就是 be realistic 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自己， be real。 谢谢大家，我是史岩。石岩老师以前是有一个英语学校，然后为了做脱口秀就辞掉那份工作了。石岩老师每周都会很辛苦组织很多场开放麦，然后还会培训新人，教新人怎么说脱口秀啊，就耽误自己很多时间精力，确实是热爱热爱。建国，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有信心？没有没有没有。好，看到了吗，石岩，你这是第一次来上那个节目，请问你们队的名字叫什么？对对对对对对，觉得这么反讽自己的队伍，你能有好下场吗？能能能。好，史岩，你的下场好不好，要看建国到底对对对还是对不对。掌声有请王建国。这期主题叫拒绝虚假嘛 ，Be Real。但是我觉得真假这个事儿不用太较真儿，因为太较真儿可能就得不到你最想要的那个答案。那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要这脱秀小王嘛，但是就一直不给不给，我看开了看开了反倒给我了。所以我觉得啊，也别真是别太较真儿，太较真儿没用。哎嘿，哎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建国。哎哎哎啊，那这期讲啊，闭嘴啊，这期讲啊Be real 啊，那我发现很多人活得特别不 real， 就把生活活得跟电视剧似的。真的，现在有好多男孩跟女朋友分手之后想挽回，哎，也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跑在一个大雨天啊，跑到女孩家楼下就等着，苦等啊，一边等一边自我感动，觉得自己真是有情有义。真的，朋友们，你们想这个道理啊，如果啊我跟你俩人同时在大雨中等同一个女孩，你有情有义，我有伞。你说他能跟谁走啊？哎呀，特别好。而且你等的时候呢，还有的人就那样啊，打电话给女孩说，你开开窗户看看我呀，你不下楼我就不走啊。给你能耐的不走算什么特殊小技能啊？不走谁不会啊？我跟你说，我胖成这个德行最擅长的就是不走啊。你敢给他打电话，敢在雨中淋着，就是不敢直接面对他，对吧？懦夫嘛，你上他家楼门敲下他家门，那能咋的？有啥不敢的？就是不敢敲门这种行为，王林老师根本理解不了。就这些人的内心独白，真的都是这套语言体系的啊，就是在雨中孤独等待，任悲伤肆意流淌。你确定那个肆意流淌的是悲伤吗？真的不是鼻涕吗？你好好感受一下，你那个悲伤是不是特别咸啊？我跟你说，就是
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在乎。真的，就这些人的病根是啥呢？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假如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电视剧啊，那结尾肯定是啥样的呢？就是啊，下楼，女孩下楼看你一眼，然后跟一个开豪车的走了啊，你呢就在那儿傻傻的看着豪车离去的啊背影，然后就你就默默的觉得，哎呀，我就怨天尤人啊，就觉得这真是物欲横流，很悲观，这样不好。你可以积极一点嘛，对不对？看着豪车离去的背影，你。不但不气馁，反而喃喃自语，哎呀，这种啊烧电不烧油的好车我一定要买一辆，低碳出行，对不对？为什么这里这么突兀？给你解释一下，这里本来啊是有一个强植入的广告的，后来呢客户嫌我咖小，给别的大明星说了，我这儿不能空着呀，就改公益广告了。所以真的，我这里不需要你们欢笑啊，我需要你们悲伤。真的悲伤，这家哎呀太有意思了，真专业，上台前一个小时改稿子，我给你改成这样对你的品牌有什么好的帮助吗？有什么正面影响吗？逗我呢，笑淘气。这是男生啊，有没有女生在某些时刻特拿自己当回事？有，就是每天问，哎呀你爱不爱我，这个时候真的，你们仔细想一下，女孩，我爱不爱你，你自己心里真没数吗？我这么辛辛苦苦舔着老脸挣的钱啊，我给你买衣服是吧，给你买包，请你吃好吃的，那是为啥呢？你是灾区儿童啊。你仔细想想，就有好多女孩都是这样，各种情侣，比如说现在大学生刚毕业分手了，理由有的很积极，女孩说啊要出国深造，考国外高等院校是吧，完了之后最后跟男孩分手的时候说了一句经典台词，就问他，哎呀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要我是那个男的我真得气死，就我有没有爱过你这个问题我一天回答你八遍，这你都记不住，你这个记忆力能考那个啥。真的，跟女孩子相处的时候，一旦啊就是你在她无所事事的时候，你玩一会儿游戏，真的我这家就跟急眼了，你说啊你这真是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你实话实说，还游戏重要还是你重要，还让我实话实说，我那么爱你，我能实话实说吗？我实话实说多伤你啊，你不过就是我今生最爱的女孩，跟游戏相比你算个啥呀。我跟你说，我给你讲讲一款游戏大作的整个的制作流程啊，从不算立项啊，就从着手制作开始，真的一两百位业内顶尖人士，历时那一两年，那就很家常便饭，制作流程非常辛苦。那你的制作流程呢？研发人员就俩人啊，十个月出厂了，连点质检都没有，你想想这个质量差距。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有的女孩觉得，哎呀我这是生气，你说你老爷们，你对女朋友不好还这么有理，真的朋友，你说你被一个玩笑冒犯了，这个难道不是极致的太拿自己当回事吗？所以朋友们，我觉得人生没有摄影机啊，人生的舞台就是个形容词儿啊，人生没有摄影机，没心没肺挺好的，对不对？最后呢，不祝大家比 real 了啊，我祝大家爱咋咋地，因为这样呢，就算我就是我比 real 了，对不对？先比为敬啊，谢谢大家。今天建国在台上讲的那个广告段子被拿掉的事情是一件真事，因为快要上台了，然后他段子被改掉了，然后他特别着急，跑到会议室里面问我们，哎，这个该怎么改？然后我们一下子没有空理他，他又跑出去，跑出去过了一会儿，然后他又跑回来了，说，哇，我终于想到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变成了段子，就在台上表演出来了，而且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不要随便交给王建国，会被写进段子的。另外呢，建国真的是一个特别认真、特别 real 脱口秀演员。两位说的都特别好，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场合，好好是吧？好好好，好好。那么又开，哎，主持人说话旁边不能随便打断，这个道理，李诞你是不是给我做出个不好的表率啊？好吧，来投票，投票，投票，投票啊！行，天聊死了，来投票。绿队不重要啊，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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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抗议，抗议，抗议！王刚老师啊，您坐错了地儿啊！您是我尊敬的前辈，但是您旁边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招我，我也是没有什么度量的一个人，是吧？来，各位。
投票，绿队还是红队？投票。红队，谁是红队？按他们的，按他们的，按一下他们的。选我。险胜，人家获胜了，你们出人啊，继续出人，好不好？出人就是，既然我们第一局赢了，第二局我们就稍微对吧，内收敛一点，我们就派出我们的，不，您这太不收敛了，我们派出我们的欧阳靖啊，对，就是。OK， 你选人，我选人，你们觉得我应该选哪一个？其实我自己已经有想过了，我想跳的就是我理解的最喜欢嘻哈侠的智慧，就是 Come。哎，大家好吗 ？OK， 所以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太着急了。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有那个什么呀，你是不是站边了？怎么对我们的队员那么不友好？怎么了？多新鲜啊，主持人有的时候要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表现出来。这就是一个主持人。Be real 要守纪律啊。但是呢，我发现欧阳靖其实也是一个心胸不那么宽广的一个人。因为他选择了卡姆，是因为卡姆在第一期节目里面 diss 过他啊。不是，卡姆当时说过，哇，嘻哈侠怎么当侠，拿一个金链子一扔，哇，这OK 的无所谓， OK 的他拿一个金链子一扔，哇，这张老师，这是你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段表演，真的没有办法。欧阳靖，对的，人 be real 的一个方法，有仇必报，好不好？不是 OK 吗？不是，掌声有请 ，Come。最近我的那个微博下面，还有我们节目的弹幕里面，很多人说不喜欢我的表演风格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种现象我也理解吧，因为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现在弹幕里面估计就已经开始写了，看不下去吧，我要看艾丽什么的，艾丽不在这个节目好吗？不过没关系，无所谓，我也不在乎那些人说什么，我也不会说是因为他们的看法就改变我的表演风格。我想说就是，做人其实就是 be real 就好，放轻松 be real 就当自己就可以了。可以了。哎，大家好，我注意到这有一个中国有嘻哈的粉丝，你是 cosplay 了娃娃吗？我感觉我微博下面都是这些人，你肯定是欧阳靖的粉丝吧？待会从下面就开始，看我不要那些浮夸的表演了，停下来吧。待会就开始骂我了。第一次脱口秀这么紧张，上一次这么紧张还是我第一次脱口秀的时候。这部分紧张的原因我待会儿再说。我觉得首先我紧张是因为王刚老师在我的盲区，我特别怕我讲一个段子，然后王刚老师听出来是个假段子，然后一个小锤子扔过来。有一天我和我朋友，Oh my god！ 哎呦，我的妈妈怎么在这儿呀？妈妈你怎么来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开场就是这样的啊，大家习惯一下。不要说好笑，应该说这个人物塑造的非常全面。我想要这样的评价。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特别喜欢 real， 我问问大家怎么把一个节目做的 real。 想把一个节目做到完全的 real， 只有一个方法，请王刚老师当导师。不管这个节目多假啊，不管节目多假，选手一上来就哭，哎，医生说我这个腿只能再活5年了，但我想继续我的舞蹈梦想。王刚老师，来把这腿放这桌子上来。然后他专家团拿出那个放大镜，这个腿毛的纹路像是宋代的，但是这个膝盖又是唐代的特征啊，所以是假的，啪就死。那人说不是王刚老师，我这是真的。素静，啪敲得更碎了。下一位选手一看当场就 real 了，大家好，我是一位白领，我一个月赚7000块钱，参加这个节目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戏精，喜欢吸引注意力，而且我想出名，这样赚钱可以轻松一点，而且当明星的话可以坐在这边的沙发上。节目绝对会 real 呀。而且我紧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家也应该都想到了，因为嘻哈侠在我旁边，看出来了吗？
我主要是因为他在紧张，真的特别怕他从后面一个经纪人让我这样带上了。本来我要演的，他给我演掉了，而演的比我还浮夸。现在这都，主持人为什么演的这么浮夸了？被我的风格影响了，可能。我在上台前呢，碰到了欧阳靖，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应该是欧阳靖把我给抓住了。我特别紧张，我特别害怕他通过英语字幕看懂了我们第一期的精彩内容。但是他特别热情，他说 Hey man, what's up? 我 Yeah man, maybe swimming. 就我突然不会说英语的时候就容易这样，知道吧？只要我突然要应对英语，我就会把我会的英语单词全说一遍，还要以纯正的美式口音。他 Hey man, what's up? Yeah man, maybe swimming. Unbelievable mother banana. 对他来说这个对话是什么样的？哎，哥们儿你好吗？啊，对，也许游泳妈妈想想。说真的，我特别喜欢看中国有嘻哈，我觉得非常 real， 但有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 real。 发现了吗？说唱歌手唱歌喜欢追着节奏去唱，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你在我心里也是个野兽，他会这么追着去唱，我觉得特别像是一个老爷爷在追个公交车，你要把103路开走，我就把你生命带走。这样，你要把103路开走，我就把你生命带走。如果跟不上，就hold on。这是小伙子开车也太快了吧，还是再等一轮吧。那更有的人呢，甚至连节奏都懒得追，直接说自己是 lay back 风格。大家会疑问什么是 lay back 风格，大家不用担心，一般这时候吴亦凡会像是那种儿童节目里面的小博士一样跳出来解释这个知识点。小朋友们你们好吗？lay back 风格就是不需要跟着拍的一种唱法，你们记住了吗？如果你们记住的话，我们再回答15个问题就开始看动画片吧。他就是会这样特别硬的一段解释。我突然好羡慕这些说唱歌手，说实话真的，我觉得我们脱口秀也应该创个这样的英文借口，我要讲一个笑话没有人笑，我刚刚其实用的是 boring joke 的玩法，你家肯定会有人装懂，哦，他用的 boring joke 我就知道，他其实先用了个 callback， 然后用的 boring joke， 再加了个 Windows XP， 再加了个 Photoshop， 这下英语单词真的用完了，谢谢大家，谢谢。有一次他说的内容就是跟嘻哈侠有关，然后好像他会说 this 嘻哈侠，但是我觉得都不是 this 嘻哈侠，只是他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会这样子是自己嘻哈侠的，对不对？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他很棒，今天现场看对他更有好感，对，更有好感。啊，接下来大家知道要上场的就是欧阳靖。你知道，哎，你们能体会就是我特别羡慕欧阳靖这件事吗？我跟大家说一下原因啊，就是欧阳靖在美国 diss 人拿冠军，我在中国 diss 人万人唾骂。刚才上来之前我真的是把他当成一个特别认真的问题，我问那个欧阳靖 why。 然后欧阳靖就告诉我说，你 diss 的那个 flow 太差了， too bad， 凭什么我就 too bad 了？我凭什么 flow 的差了啊？你给我 flow 一个好吧，我在底下坐着学你 flow 好不好？好，别 diss 我好不好？啊，那边有人好不好？啊，掌声有请欧阳靖。其实我一直到节目组找我的时候，我很惊讶，然后很兴奋，因为我之前在美国都有尝试做这种的脱口秀。MC Chen everyone，MC Chen。之前我的脱口秀都是用这个英文的，但是我真的想不到会有这种机会回到国内用中文做一个脱口秀，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酷。
要要要。What's up？ 你们想听我 freestyle 吗 ？Yo DJ， drop the beat。哦，这里没有 DJ 的，很尴尬。OK OK OK， drop the beat。也没有 beat 啊，无所谓无所谓，来吧，你们今天来看一个脱口秀，但是现在可以享受我的 layback flow。OK， 这个节目真的值得看一看。我们没有吴亦凡，但是有一个李诞。They call me hip hop man everywhere I go。如果你们喜欢嘻哈，让我听你说 yo。Yo，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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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够了。我觉得最近大家已经疯了，对吗？对对对，看这个中国有嘻哈。比如说我最近我要回去美国看我的家人，我一下飞机的时候就有人过来找我，要要要，欧阳靖，你有 freestyle 吗？我就回答他，不好意思，我刚下飞机，我真的有点累，现在真的没有 freestyle。他很突然就对我 freestyle 骂我，欧阳靖，你以为你的 freestyle 很棒，其实很一般，一会儿你一定会要自己做晚饭。我很无奈，我就回答他，我跟那个人说，我说你是我太太，你来机场接我，你为什么要 diss 我？我太太都很 real 啊，很 real 很嘻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这个主题 be real， 我挺喜欢，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生活里现在都有很多很 real 的事情，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些，可以吗？好，比如说，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知道，我是最近新开始学习这个讲中文这个事情，你觉得还可以吗 ？OK， 我在纽约，我去找一个中文老师，对，然后每一个星期有3-4天，我都会上课。然后我记得第一天我找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 ，OK， 静跟我说，波，坡，摸 ，for， 对。第二天上课，他又跟我说，静跟我波，坡，摸，对。然后我发现他可能觉得我不是太投入啊，上课的时候，所以第三天。他就尝试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方式来叫我。我告诉你们就是这样子，静，我说破破，你说莫破破破破破，很 real 啊，你们真的很 real。有一些人问我啊，静，你去参加这个脱口秀，第一次用普通话，你不会紧张吗？我就回答他，紧张的不是我，应该是观众。应该是你们，因为他们安排我会有8分钟在这里分享，但是可能你们只会听得懂1分钟，所以我觉得你们要紧张啊，听得懂吗？暂时来说 ，OK， cool。我想问，如果有些时候我觉得需要用一些英文，你们觉得还可以吗 ？OK， 其实我每一次来上海，我都觉得挺有感觉的，我觉得上海。It's an amazing city. I mean, it's fascinating here. The people here are so exquisite. And I think this city is just magnificent. And 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 Shanghai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leading cities in the entire universe. 听得懂吗 ？Cool, cool, cool. 我可以翻译啊。我刚说的就是，呜呼喜上海，嘿，呜呼喜上海，对吗？哎，你看我应该怎么说？呜呼喜上海。太 real 了你，谢谢你啊。然后真的有很多很 real 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中国有嘻哈 com， 你有看啊？对吗？没看过，没听说过，没听说过。这个都有很多人会问我的，就是其实这个节目是有多 real 啊，对吗？我告诉你，每一天我拍摄的时候都很 real。比如说这个第一天，在这个海选的时候，我站在吴亦凡面前，我跟他 freestyle。其实我很有信心，但是我都不能确定，不能肯定他会给我这个链子，对吗？可能我 freestyle， 我说 Yo Batman Spiderman all fall back hip hop man here to say this thing called rap， 他可能会看我，然后就 OK cool，
太 real 了。然后他在节目里又说这句话，我觉得这个神秘人完全可以取代我做一个制作人。我等了一姐，然后后来他把我淘汰。都很 real。谢谢你凡凡，其实我觉得他都很 real， 在这个节目里无论是开始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淘汰，我觉得都是一个很 real 的决定，所以我 OK 的。然后在这个节目我发现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我会认识更多中国的真正的嘻哈 rapper、我还没脱下面具的时候有一些会过来问我 Yo yo yo、你是从美国来的对吗？你有没有听过美国有一个 rapper 叫欧阳靖？我就面具上我就有啊有啊有啊。然后他就会告诉我啊，我听说之前他有一次跟十个黑人的 rapper 同时这样 battle， 是真的吗？然后我心想会不会太夸张啊，十个。我就回答他，不是不是十个，是五十个。五十个。他真的很棒的，对。这个节目有很多让我很开心的事，比如后来有很多人都会来播放以后，有很多人会来问我，欧阳靖老师 ，Hip Hop Man， 我们可以合照吗？然后我就会说，当然可以了。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可能有些是你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准备拍照合照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这样子。我站在你旁边，我自己心想干嘛？你是 rapper 还是我是 rapper 啊？其实我觉得你第一次分享这个嘻哈侠，我觉得 OK 的，我一点都没有介意，我又不会在这里 diss 你，除非你想我 diss 他，你想吗？哇！我是 peace and love， 对吗？我不会 diss 他，但是我想跟你们分享为什么会有嘻哈侠这个人物。其实在比赛里我都有分享这个小故事，就是我的儿子说我喜欢我爸爸嘻哈侠，所以我就是嘻哈侠。但是我的儿子这个分享我觉得都很好的，他真的说 My favorite is hip hop man。 然后昨天我离开纽约的时候我跟他有一个小的对话，他问我爸爸你现在去工作有多久啊，先回来。我就告诉他大概20天，他就很激动就回答我，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呢？20天 Why daddy？ 然后我就告诉他，爸爸工作越多赚钱越多，赚钱越多给你买这个玩具越多，我们去 Disneyland 也可以越多。他就看我然后就想啊，那20天够吗？他都很 real， 可能我也要写一首歌是 diss 米老鼠的，我不知道，很 real。OK， 你们那么对我那么好，我觉得我应该送你们一份礼物。我刚才说你不要问我 freestyle， 但是我真的想真真正正送给你们一个真正的 freestyle， 好吗？现场的，为了代表是真的现场的 freestyle， 我需要你们帮忙，你们给我三个字。three words 三个字好吗？你们说说。哎，不好意思，不是中文的，英文的。OK， 什么？你再说。Cool like you？ OK OK， cool like you， cool like Vava。 OK， come cool。 还有两个。Superstar 还有吗？Cool superstar and 再说。Music OK， 你们准备好了吗？哎。我的队长，你可以 free， 你会 beatbox 吗？可以 ，OK。OK， 给我一个小的 beat， 一个大，我开始，然后你跟我 ，OK。好。OK， cool， superstar and music。Yo， 我是 MC Jin， This is Freestyle School， 每次我 freestyle 的真的很 cool， You know， Man， I'm kicking these bars， 你们记得我是一个打羽毛球的 superstar，
end. You better not confuse it. When I kick a freestyle, you know I always lose it. But yo, I tell you this, you can't refuse it. 我喜欢 comedy, 也喜欢 music. 我说波波，你说摸佛，波波，波波，波波。我说波波，你说摸佛，波波，波波，谢谢你们。其实我觉得脱口秀跟嘻哈音乐确实是很多共通的地方，就比如说你的铺垫、你的 punchline、的节奏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你去认真的去练、去理解的。王安静呢，他是有一些脱口秀的表演经验，而且他确实有嘻哈特别强的功底。这次呢，他就把嘻哈的表演融入到了一个脱口秀的表演当中，其实是融合的特别好。各位，您现在收看的这个节目是脱口秀大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脱口秀大会，好吧？哎，你还在啊？哎哎，对，脸色不太好，今天。没有，是刚刚太激动，太好笑了，笑到有点胃痛。对，你在台上说段子，你胃痛啊？你在台下哈哈笑，你也胃痛啊？对吧？我现在看到你，我就胃痛。没事，我待会再听两个烂梗就好了。你不用听烂梗，你现在说的就是烂梗，好不好？胃痛赶紧吃药，对不对？胃不痛笑得动啊！本节目由知名胃药品牌达喜赞助播出。嗨，你看你这广告吧，你这广告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一点准备都没有。来，掌声送给刚才在这 battle 的两位，都非常棒 ，Cam 也特别棒。而且这是 Cam 和欧阳靖第一次狭路相逢，对不对？各位，你们的票数决定了他们的未来。Cam， 欧阳靖，各位投票。绿队，红队。看结果。干杯 ，OK 了。死路，他真的很棒啊，他真的很棒。啊，国语怎么说？输得心服口服怎么说？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口服对的，心服口服。来，掌声再次送给欧阳靖和卡姆。没事，那个我们靖哥被淘汰惯了，很大气。我走了。真的。卡姆 ，OK OK， 不是欧阳靖，美国见，欧阳靖，美国见，不，欧阳靖，你听我说句话，你听我说句话，我跟你说句，如果对方的那个队长已经说到这种程度了，我觉得怎么劝都不能回来。没事 ，OK 的，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怎么劝都不能回来。这个环境，我觉得大家开心我就行了。不在于你开心不开心，这会儿都下来了，再回去伤面儿。对，对不对？对啊。我行了，不是这样，听我的，我是主持人，伤面儿，好吧？回去吧，好吧？啊 ，OK。你说，哎，你怎么回事，李诞？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你已经连着两场你们队输。然后这好不容易哎领先了9票，你就这个样子，我不是小人得志，我人家靖哥没有你那么心胸是吧？人家没事是吧？那还最后不是还是我给拉回来的吗 ？Respect， 你差点给人劝走你。选人，人赢了。哎呀，我这觉得靖哥这特别好，真的特别好。靖哥真的特别好，再次。谢谢。我刚坐这儿听的，觉得他俩应该分开，不应该在一组，是吧？他们对别人都赢了，是吧？有点那个什么了，哎呀，那就派个那个更强的吧。然后那个我们队有一个已经拿过2次小王的了。我们中国不只有嘻哈，中国也有摇滚，好吧？对，而且我们，而且中国还有指环王，哈。对 ，rock。哦，你派 rock？Yeah。
Rock 是需要我们多说两句的，因为 Rock 呢在这个舞台上尝试了很多种的喜剧表演形式，有双腿站立的啊，有单腿站立的，还有二人三足站立的啊，就是尝试过很多的表演形式。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期待 Rock， 你先选个人。我选池子吧。哇 Rock 有风险啊，有风险，我知道你是指环王，但是池子他是一个脱口秀天才，对，所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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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是是。好，各位掌声有请下一位表演者，池子。我确实是挺关注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的，而且我是自己也挺喜欢听这个嘻哈音乐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比 real 这个事儿吧，有些人是真的对吧，有些人就是假的，我觉得比 real 你就应该是一种真的一种状态，而不是只是嘴上的一句口号。给我放下，算了，给我放下，对，就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好，可以，行，好，停吧，哎呦，停，对，好，大家好，我是池子。哎，今天非常开心啊，非常开心，今天我们很多个嘉宾啊，就是欧阳靖啊，王林老师，还有王刚老师啊，还有史岩老师啊，对。你们会觉得有一个非常突兀，但没有办法，确实是嘉宾啊，对，很开心，很开心啊。我跟首先说，我跟王林跟雪姨啊，就很早就认识了，就私下关系也特别好。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real 的人，真的非常 real。我几乎可以说，我觉得我的那个嘻哈启蒙是从他这儿开始。对对对，都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看那样，看那样。对，真的是嘻哈音乐的鼻祖了，鼻祖了。对，刚才那个呢是 old school 啊， old school。 对，但你如果对吧，如果今年比较火的是另一种风格，别躲在里面不出声，知道你在家。好了好了好了啊，对，这是今年比较火的叫 trap 啊， trap。 这是对两种风格啊。今天王刚老师也来我们节目，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因为我之前呢也是知道王刚老师喜欢文玩古董，大家知道吧，他看见别人呢有那种真的东西特别好的东西他就想买，看见别人有特别假的东西他就想砸，但人家也不让他砸怎么办，灵机一动，做个节目好不好啊，然后就做了个节目啊，专门砸别人坏东西。然后呢，然后的那个节目真的，我觉得那个节目非常的好，非常的，那个节目叫打地鼠，叫鉴宝，鉴宝，天下收藏，天下收藏，天下收藏，对对对，砸你，对对对。对啊，我小时候真的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真的特别喜欢，我不知道你们都看过没有啊，真的非常的 real 了，当时是可以说是中国首档啊在电视上面砸东西的节目，都不是 real， 甚至都有点 gangster， 我跟你讲，太疯狂了那个节目，哇，这边就是特别喜欢那个环节，有请护宝锤啊，还拿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锤的只砸坏东西叫护宝锤啊，有请护宝锤，拿上来拿上来，然后王刚老师还老问人家，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啊，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你改不改？我不改，我再问你一次，改不改？不改。真的就哐哐就砸，真的，他这节目真求锤得锤啊。每次都是实锤砸得稀碎，哎呀，真的非常厉害，砸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些 faker。对，真的是很 real 的一个节目啊。今天呢欧阳靖也来，欧阳靖来，我特别喜欢他，真的，我特别开心能跟他一对啊，因为我曾经看一个节目，节目里说就是他曾经在美国他说过脱口秀，你们知道吗，他在美国英语就表演过，就是他可以说是老江湖了，是吧，可以取代我队长位置的一个人。其实有一个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但给人淘汰了，你说说这。我今天就把队长就让给他，哎，说到做到啊，真的让给，现在你是队长啊。哎，队长没什么含金量，就是我呢，我算是真是比较喜欢看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了，就我那个在节目里面呢，我有一个选手很特殊，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叫鬼辩啊。对，哇塞，鬼辩唱的那个风格是这样的，我的背影如飞散进了大雾。对，就是唱起歌来你一听就知道，哎，嗓子不好，嗓子不好就得用什么，就得用念慈庵啊，哎哎，
非常的巧妙啊，非常的巧妙。对，我觉得他应该去演一些蜘蛛侠什么的啊，这是，对，非常好。然后《中国有嘻哈》里面，我觉得有些人天天说一句话，就是大家可能都听我叫 Keep it real 啊，那 Keep it real, Keep it real, man。但是我真的在想 Keep it real 什么意思，对不对？它字面意思就是保持真实，保持真我，对不对？但你们那叫保持真实吗？那有的人啊，前一天你都得死啊，然后第二天就心里要充满爱，我告诉你。第三天就是有意见当面吼，第四天手拉手心连心夺冠了。你说说，真是你这不好啊！你 ，yes 我都，就是我觉得这些选手都应该让那个王刚老师砸一砸，对吧？这全给你们砸到地下去。几乎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听说唱，你看周杰伦的说唱就是纯中文的，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然后欧阳靖的有很多的说唱都是纯英文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现在很多说唱歌手啊，就非得在那个中文里边加几个英文单词，真的哇，这总共的不会五个单词，真的全加进去了。我真的哎呀，就比如说，首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英文单词啊，最常见的一个叫什么 hater， 对不对？对吧 ？hater 什么意思？就是讨厌你的人，对吧？但是你想知道讨厌你啊，首先得认识你，对不对？你上节目之前谁是你 hater， 对不对？天天 hater， 恨不得第一首歌就是骂 hater， 骂特别狠，因为他知道也没人往心里去啊。hater faker 什么意思 ？faker 就是赝品的意思啊，就是说一些说唱歌手互相之间的尊称啊。faker 啊。还有什么 flow beat 什么的，非得就说，其实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前面加两个字我的就能用，我的 flow， 我的 beat 就能用啊。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词叫 homie 这个词真是太齁了，齁死我了。我跟你讲 homie 这个词呢，我想了想中文最贴切的翻译是老铁，对吧？老铁有多土你们就有多土，真的。哎，就你们那个说话呀，对吧，非得加英文单词，就我们这些 comedian 里面就听起来很 embarrassing， 就感觉你这个让我感到很 uncomfortable， you know。 我觉得大家呢就说唱呢就好好说唱，对不对？你是唱中文就唱中文，你英文呢就唱英文，你不要老这么加一些英文单词，对不对？还天天嚷着 keep it real keep it real， 你要是真 keep it real 的话，你就不要加那么多 keep it real， 对不对？我觉得，而且我在那个节目里看完了，我是真的是最喜欢欧阳靖，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个节目里啊，他是确实是戴着面具上那个节目，但我觉得也只有他一个人摘掉了面具。谢谢大家，我池子。其实池子他也一直在进步吧，他以前可能就是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或者是笑话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一期他是有改变的，比如说他最后讲的那个啊，在中国有嘻哈里面只有欧阳靖戴上了面具，但最后也只有他摘下了面具，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传递价值观的一个想法。Uncomfortable, OK， 让我很 uncomfortable, OK。 哎，队长副队长怎么样啊？我是队，我拍队长。对对，你是队长。队长怎么样？他真的很棒。哪里棒？都棒，都棒，从头到写都很棒。啊，就是做完了这样的一期讲 real 主题的节目，你学会了怎么不 real， 好的，特别好啊，学得非常好，很成功啊。人家第二季还得上呢，你真是干啥你？不好不好。你为啥搞特别？大声说。不是我说的，好不好？听没听见？现场的观众大声地问你，嘴怎么那么碎呢？不是我说的，好吧？那是你教的呀。我什么都没说，表达 real 嘛，是吧？表达了一下观众的心声啊。你看人家 Rock， 对不对？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表演者，需要拄双拐的时候拄双拐，现在改拐杖是吧？拐杖看出来的难道是腿不方便吗？不是。确实就是岁数大了，掌声有请 Rock。 第七期的表现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确实就是感觉写不出来东西，没有确实很想说的那种感觉，所以从第八期开始我就休息一期，然后我做了一个调整，所以从这一周开始我就尽量多去这个开放麦说很多自己新的段子，有时候会一晚上赶两场，就是希望可以尽量调整到原先那种一个好的状态。
大家好，我是 Rock。 大家看出来我腿已经好很多了对吧？好、好很多，我可以走路了。你知道昨天在公司开会，然后因为去卫生间很近，我就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这帮同事，哇、哦、Rock 走路了干嘛、啊、搞得就好像我是一个没有腿的人突然站起来了一样是吧？你们都已经忘了我是正常人是吧？当然我受伤了之后大家还是很关心我是吧，经常跟我说要以形补形，让我吃鸡腿吃鸭掌吃猪脚，这要是真的我就想吃拐。我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虚假的理论，其实都是伪科学对吧？小时候家长会让我们吃鱼头，说是可以补脑，但是你们知道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这种脑子你补了有什么用？小时候家长就会跟我们说让我们吃鱼头，说是可以补脑，但是我们知道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这种脑子你吃了有什么用？小时候在但是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它也是一个谣言好吧，这是一个广告商编造的对吧？你知道鱼为这件事儿就记了一辈子。其实关于吃还有一个谣言叫做3秒规则，你们听过吗？说是食物在掉地之后你只要在3秒内迅速拿起来就不会沾到细菌还可以吃，这是哪个吃货发明的啊？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对吧？而且有不同的版本，3秒可以吃，5秒可以吃，10秒可以吃，感觉这个好像就是跟你个人的经济实力挂钩的，你知道吗？越穷能等的时间越长。然后平时我妈总是嘱咐我早点睡，说是身体要排毒，然后据说是我们的身体里的器官会在不同的时间自动排毒对吧？那感觉就好像是里面有一个人在掐着表，看见到了晚上11点了就去叫肝脏，哎哎起来排毒了快，我一会儿还得去叫肾，叫晚了就亏了快，肺我就不叫了对吧，爱排不排反正有京都念慈庵。你们知道我最痛恨的一个伪科学是什么吗？就是杨永信的电疗治网瘾，听说过吗？对吧，简直没有人性、啊、你说他会怎么打广告？电疗治网瘾绝对有效，保证所有用户满意。我心想当然满意了，谁敢不满意，不满意就再送他一个疗程，电到他满意为止对不对？满意吗？是不是特别满意？你说你是不是戒网瘾了？是不是想发朋友圈分享？想发是吧？那你还是没戒呀。再送你一个疗程。然后民间有一大堆这样的理论，特别不靠谱。然后有一次我在家里做饭烫伤了，一帮朋友围上来，快抹点香油，民间秘方好得快。另外一个说不对，要抹酱油，我妈说了特别好使。首先我不理解的是，我烫伤了我又不是烫熟了，你抹那么多调料干什么？要吃我吗？而且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人抹的东西都不一样？这是对啊，你们都懂，这是因为当地人的口味不一样决定的是吧？所以山东的人就抹点大葱，四川的人撒点辣椒，那我们内蒙人是不是就要在伤口上抹羊了？以后你在路边看到一个人穿着羊绒衫，他不一定是怕冷，也许只是一个烫伤的内蒙人。谢谢大家，我是 Rock。 我很喜欢 Rock， 特别有一段3秒规则啊，英文是这个 3-second rule, 5-second rule, 10-second rule， 意思就是啊，如果你有一个吃的东西 fall on the floor， 3 seconds，
那 Three Seconds， 可以吃。我从很小就已经有听过这个事情，所以他一说，我很快就已经有共鸣，知道他说什么，所以我明白他的点，我觉得很搞笑。我发现这个节目突然又变好了，今天大家每一个人说的都特别精彩，再次把掌声送给 Rock 和池子。对于各位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是按键，是你们手上的投票器。绿队 Rock， 红队池子，投票开始。 Rock。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票数啊，看到这个票数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时候，我都会说那个票数落后的那个人罪有应得。然后但是在今天我不得不说，我们要把掌声送给 Rock， 特别特别棒。生活当中对于脱口秀来说最不容易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很多生活的细节，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是把它拿来以脱口秀的方式说给你听，在这方面 Rock 真的做得非常的出色，而且听着有趣，但是它里边充满着科学精神。是的，有科学精神，对，非常难得。王老师这一下就符合您的那个主题了，有科实事求是。我觉得那个再投一次。你觉得什么不重要？你把画蛇添足这件事践行得特别好。不，我这叫狗尾续貂。啊，好，坐坐坐坐，好，狗尾坐啊，又该你们派人了。我们这次就你们这次派谁？派一个老将啊，哎，一个老将，我们的王林雪姨姐啊，雪姨，王林雪姨姐，老将，我老吗？不是，就是说您的这个对吧？就这个经验很深厚，就是对，那个该您选对方，我就选那个戴眼镜，对，那个叫什么？你选李诞啊？李诞，对，因为王刚老师实在是，我觉得是我的那个前辈老师，我不敢选王刚老师，我只能跟李诞 PK 一下。是这样，我们这一期呢，我们嘉宾多嘛，是吧？这么多明星，还有这史岩老师也来了，对不对？啊，我们节目呢，节目也确实不剩几期了，也就几期就结束了。我觉得还是把更多的这个脱口秀的机会让给新人。那我们队呢，还是派出我们脱口秀的新人王刚老师啊，新人奖，然后新人奖，什么意思啊？我是新人，你看，王刚老师脱口秀大会是从来没参加过的，对，是这么个角度，是个新人。我觉得脱口秀题材很有潜力，好，非常好啊！但是因为这一轮是池子队获胜的，所以首先上场的脱口秀新人王刚老师，掌声有请。今儿主题呢是拒绝虚假，就是 be real。 我应该挺会讲的吧，因为我几乎跟真假打了一辈子交道。 be real 这个年轻朋友想的可能是嘻哈，而我想到的可能就是被我砸碎的那一件件的赝品，但是其实有一点是相通的。 be real 更重要的是保持我们心里的一份纯真。大家好，我是王刚，谢谢大家。这个开始来的时候有点紧张啊，但是一看这少刚我是特踏实，我高兴，而且他在我的心里有底儿了啊，再怎么吐槽总有他垫底儿，我不在乎。这个今儿要聊的话题叫什么来着啊？拒绝虚假 be real 啊。虚假我太熟了，毕竟我扮演了那么多年的和珅呢，真的啊。你比如说现在我要发自肺腑的说上一句话，我觉得脱口秀大会是最好的脱口秀节目，在座的是最好的脱口秀演员耶。这话不太 real 是吧？
其实说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生活中啊，我们真没必要太苛求真啊，也别太刻意的去回避所谓假啊，因为大家想想，生活本来就是个大舞台嘛，从早上你一睁眼睛开始，你记住家里外头你就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了，是不是？家里有父母就有子女，对吧？你出去啊，有老板就有员工，有甲方就有乙方，有键盘侠就有张绍刚，这是肯定的，是吧？所以说真假本身呢，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什么对错，关键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假，什么时候该真，这是最重要的。你比如说就我而言，刚才大伙儿都举了例子，我喜欢收藏，我主持过收藏节目，那么我对于那假文物啊，好像就一定追求真，这没错，我一向强调去伪存真，在节目里遇到赝品假货我就咔砸咔。大伙说你就对赝品那么恨吗？不就一个瓷瓶子吗？至于的吗？其实我的意思啊，是通过这种形式呢给大家提个醒。提什么醒啊？比如说您喜欢收藏，见了件找好东西，人说这东西多棒啊，多少年份好啊，你看哎呀真好啊，宝贝啊啊，而且据说全世界就这一件孤品呐、啊，心里就在暗唱着 Only you。 哎呀，而且便宜，据说拍卖能卖1000多万，他800多万，不是，是800块钱就卖给我呀，这便宜大了，太美了。这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就要想一想了，我那个画面咔，给你提个醒，这个18%是赝品假货，知道吗？是这个意思。当然了，万一呢，有的朋友说万一呢，9999次都是赝品假货，但是有一次是真的呢，即便如此你也应该想到我那个画面咔，那是什么意思？那也是在提醒你，有这么好的事情你居然不叫上我。所以古董收藏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但是作为演员恰恰相反，就是要把假的演成真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比如我演和珅，就是把假的变成真的啊，让人信了，别人就没事老叫我哎呦何大人啊。比如一位主持人啊，我上台之前帮我热场，啊，有一次居然这样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刚的扮演者和珅何大人。”完全搞混了，啊，弄得我上台还得解释。我说：“别这么叫啊，都什么年代了，还何大人？你要叫的话，也应该叫何宝宝。”大家都知道最近的这个娱乐圈好像流行什么卖人设，是不是？我就发现了有这么一种现象，前几年我就给概括俩字叫媚青，大家都听说过媚俗有媚外。什么叫媚青啊？就是取悦谄媚年轻人，这多半指的像我或者稍比我年轻一点的一些娱乐圈里的老人，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日薄西山了，没谁认识自己了。而现在网络很重要，网友们大多都是年轻人，于是呢他也满口的网络用语啊，就是为了圈粉呐、啊，也故作年轻，满口是网络用语，弄得跟自己也跟18岁似的啊。其实什么年龄的人说什么话再正常不过了，否则不仅我自个儿别扭，你们听着也别扭。你比如我在外边见着谁打招呼，哎呦老张，哎他说哎呦老王，我说哟李局啊，哎呦王先生，挺好啊。你说我要换一种方式啊，我要是Yo man 啊scare。别扭，是不是？不合适嘛，是不是？学的不像哦、在这里呢，我真的想告诫那些老朋友们，不要被潮流所左右，
Just keep it real, man. 那除了一些老演员，这个卖人设呀，啊，媚腔啊，啊，有的年轻演员当然也愿意卖人设。在这里，我奉劝这样的朋友呢，卖人设真的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人设迟早是会被崩了的，知道吗？要说人设的话，没有谁比我的人设更强了吧？一辈子跟和珅都绑在一块儿了。但是我的人设，乾隆爷驾崩那年就崩了，不仅人设崩了，没过多久连人都崩了。其实换言之，人设就是一种角色类型，你也不能全然否认啊。你比如我的定位，那不是我定的，那些观众或者导演这边人定的是和珅，我说坏人演这个合适，我不想改变吗？我就不想演个好人吗？机会终于来了，啊！最近我跟张国立、张铁林我们仨人演了个话剧，叫《断金》。那拿到本子的时候，编剧也没安排谁演谁，谁好谁赖，没有。先是邹静之先生，他是编剧嘛，给我们读本子，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提议了，我说行了，别念了，我们自个儿分头吧。啊，你演谁，他演谁，我演谁。最后很自然，张国立还是演的好人，张铁林是演的不好。不赖的一个混混，我还是个坏人，啊，那没办法的事情，不是我们愿意，因为大家有种欣赏的定势，啊，他就觉得你演好人像，你演好人挺逗的，啊，演坏人，哎，我这心里话都说了，想演好人，但是没有办法，啊，好了，年轻的演员们更不要相信什么人设了，还是要相信演技。虽然说生活是个大舞台，但是这出戏呢还是需要我们全情的投入，只有这样呢，在它落幕的时候才会获得鲜花跟掌声，被人们永远的铭记。当然每个人都有懈怠的时候，那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还劝您想想我砸赝品那个时候那个情景，咔，什么意思？振作起精神吧，朋友们。谢谢大家，我是王刚。王刚老师，说实话，我自己都不是太清楚他的背景，但是我感受到的就是他在台上控制这个观众是很棒，他有些时候会很慢说，然后先有一个 punch， 然后大家都会啊，然后可能很快会再有，可能会再要过一段时间先会有，所以我觉得都是这种的风格。这种的做法难度很高的，因为你作为表演的这个人，你都要很有信心对你自己。为什么我到处说王刚老师厉害，老艺术家，老王往那一站，那个气场他就不一样。哎，所以最后的这一轮对决特别好，因为是两个老王的对决，对不对？然后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老王，毕竟另外一位老王是个女人。对吧，女人就多多少少有点虚荣心，这两天呢在一个事儿上较劲和虚荣，打王者荣耀，真的真的真的一宿一宿打，真的打个你死我活，就一定得打赢，一定今天晚上就目标要达到，大家打王者。后来我就跟他说没必要，一游戏，对不对？何必呢那么投入。真的，王林特别义正辞严地跟我说，你根本不懂荣耀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又不姓王。掌声有请王林。这期的主题我特别喜欢，因为讲的是真实。我觉得做人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如果生活中还要演戏，那会很累。我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中年妇女，平时在家的时候带带孩子打打游戏，虽说我是个演员，但我生活中绝不演戏。那个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林。说到演员，很多人都会问我，他说哎呦王林啊，你们当演员的演戏好啊，演戏好，那个都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假的。嘿嘿，你们生活中是不是特别会演戏啊？那个都是戏精吧？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职业啊，是上班，那个24小时不下班也挺累的。那再说了，如果我生活当中跟你们演戏的话，你们给我钱吗？啊，给不给？不给嘛，是不是？那生活中就没有必要演戏了。当然作为一个演员必须要认真，演戏的时候要琢磨角色，需要很长的时间投入在角色里面。前一阵呢，他们让我演一个皇后，我就很苦恼啊，我明明是雪姨啊，我怎么能演皇后呢？而且演皇后的时候，那些什么本宫啊、哀家呀、臣妾呀，这些称呼我都搞不清楚。幸好刚才后台我见着王刚老师了，我这个高兴啊，因为王刚老师是一个古装戏的老戏骨啊，我就去请教王刚老师。我说王刚老师，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在演古装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称自己为哀家？什么时候是本宫？什么时候臣妾呢？王刚老师想了很久，说：“这是娘娘跟皇上的私事，奴才也不好插嘴呀。”其实呢，我觉得演戏就是演戏，演戏跟生活是完全是两码事儿。那我演完雪姨以后呢，很多人都说：“哎呦，你演坏人演得好啊，你好像没有演过好人嘛？啊，你是不是演本色呀？你如果不是演本色的话，你那么狠，眼里面那么的狠劲儿，你怎么可能演得出来呢？啊，我觉着其实反派挺难演的，我是一个温柔的小女子啊。”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导演总是让我骂人，总是让我演狠。就拿那个敲门的那场戏来说吧，那个导演说：“啊，你好好想想啊，那个陆振华，你恨不恨他啊？你恨不恨他？你好好想想。”我说：“那陆振华人挺好的，我干嘛要恨他？”那就想想八姨太，他把你的男人都抢走了，你恨不恨他？八姨太也挺可怜的。王林，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的话，这个午饭就不放了啊，全组人跟你一样没饭吃啊。我这一下狠劲儿我就出来了，我对导演说：“哼，好大的口气。”就这么一整天，一边敲门一边骂，整整骂了一整天，骂得我是精疲力尽的。那天拍完戏以后，我回家钥匙没带，我妈在家，我连敲门我都懒得敲门，我这一抬手我就想起我的台词来：“你有本事抢男人。”哟妈，您没这本事，您真没这本事。还有一些临时演员到剧组来也挺难为他们的，临时演员嘛，台词功底不好，那我们就想出一个捷径来，用数字来代替台词，然后呢再配音。所以那些群众演员演伤心欲绝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演深情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个，我想跟你说一句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演欣喜若狂的时候就是：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邻居家的 WiFi 密码。所以这些临时演员的台词老师原来是数学老师。其实呢，你平时也是这么演戏的是吗？对对对。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尽量的真实，但是前提条件是要尊重别人。我觉得志玲就做得很好，我们一起上真人秀参加节目，她兢兢业业呀，从来不抱怨苦。但是我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克制不了自己的脾气。不过他们说节目嘛，大家如果一团和气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呢？节目总是需要一个吵架的担当的。哎，那为什么我就是吵架担当啊？啊，那万一呢，万一我不吵架了，那万一我变得特别温柔呢，万一节目组看错人了呢？哎呀，
想不到节目组每次看人都那么准。其实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在生活里，我一直都在 be real。 我高兴的时候就尽情地释放自己，难受的时候绝不压抑自己。有人问我在生活里到底是真一点好还是假一点好，我会告诉你们，姐们高兴就好。谢谢大家，我是王琳。王琳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所以她对段子的演绎非常有把握，同时她今天的段子也跟她的风格很契合，比如说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表演，然后还有那个敲门的那个段子，都是很王琳的段子，所以现场效果会非常好。池子，评论雪姨。我觉得雪姨的表演今天非常的一二三，她这个四五六的部分非常七八九了。大家特别好，好，好，行，你们两个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好不好？演员来，各位投票，绿队王刚老师，红队王琳老师，投票开始啦。这四票这么接近的票数，四票，掌声送给王刚老师、王琳老师，谢谢。所以我说，今天真的是特别精彩的一场表演。这队派出来的四位，王建国、池子、王琳老师和欧阳庆，这边派出来的四位。卡姆、王刚老师还有 Rock， 哎没有，你就是这么想的。没有，啊，自己都不上了，还提拔新人了。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提拔新人这事儿没错，但是你得考察一下那个人能不能提起来。能，绝对啊！回答非常有说服力，好吧？评价一下对方，他们就是好。评价一下对方。我真诚的说，今天确实那个，我这可能是我们开播以来质量最高的一期。哎呀，我的天！来，各位，结果出来了，来，让我们看一下，第一轮总票。第一轮啊，太有悬念了啊！还行，真的还行，一共差了44票，不容易吧？现在呢是，对。暂时落后啊，所以呢我们就有安安送上来的神秘大礼，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安啊，多喝点，他们提提神，润润嗓子，靠脑袋上。作为队长，来吧，接礼物吧，靠脑袋，谢谢安，谢谢，慢慢走，小心啊。我说到哪儿了？好笑。第二轮不快不吐，四道题，大家队长来选题，选完题之后队长再找人，有准备时间，好，然后临时说啊。但是重要的是计分规则，计分在第二轮的分数上一定有一队高有一队低，那你说而低的那队他们的分数约等于0票，好嘛，如果哪一队在第二轮输了就真输了哦，好不好？火讲究，你知道觉醒？哎，你知道好主持人是什么吗？好，就不打人。就是周围有两个货在这儿搅和，但是他仍然能把自己想说的事儿都说完。不容易，服了您了。你们继续。哎，来选题吧啊！来看一下四道题目。第一题，别把日子过成真人秀。第二题，拒绝懂事 ，be real。第三个，真相太残酷，怕你接不住。第四题，这些东西假不得。各位，各选一道。先选。对，他们先选。我选哪个？想好。第二个。
拒绝懂事儿。拒绝懂事儿 ，be real。我第四个，我没有王高老师，对不对？哦，假不得。所以这些东西假不得。假不得，假不得。啊、好的，马上带着你们的人，好啊，去准备。好嘞。注意注意，听我说规则。嗯啊。即兴脱口秀给大家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哦。很重要的一点。哦。我们现在请双方的安安来给你们打气加油，大家来准备第二轮的。不快不吐，即兴脱口秀。瑞瑞和杨洋费下节比赛更精彩。两队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我们的不快不吐即兴脱口秀。即兴脱口秀特别难，因为刚才他们临时抽的题，临时要派人，所以马上他们的表演就是脱口秀里的 freestyle。 所以各位把掌声送给不知道是谁的那俩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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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二位队长各自派的什么人？张博洋。确定啊？当然。好，博洋的优势，走地，你地，你们，吴星辰，大家不知道也不用硬鼓掌啊。吴星辰是吧？对对对。哎，星辰给大家专门介绍一下，一个从来没有在这个台上单独表演过的人，对，这是第一次。但是呢，星辰有一个好，就是他是以前我们有那个抢兔环节，星辰被叫做抢兔小王子。所以星辰一会儿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是即兴脱口秀，所以你说完一句之后不要往回跑，好不好？就说完啊，集中说完再往回跑，好不好？来，首先出场的是张博洋。博洋，张博洋，好，大家好，我是张博洋。我们队选的这个题目啊，是有些东西假不了，对吧？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就是很多的安全问题，比如说消防演习，对吧？大部分消防演习其实还是特别有用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在学生的时代经历过那种就是特别敷衍的消防演习，对吧？我高中的时候就碰到一次，哇，真的是，他是提前头一天先把演习的那个时间告诉你，说第二天十点会有一场消防演习，请大家做好准备。哇，那是我头一次知道火灾不仅可以预防还可以预报，对吧？然后到了第二天，就是我觉得在这种敷衍的演习里面，就是逃生不是最难的部分，假装着火才是最难的，对吧？而且整个过程特别的敷衍啊，就好像春游一样，有说有笑，有打有闹。真的，我觉得我的面前如果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在进行消防演习，另外一所食堂开饭，我会觉得着火的是那个食堂开饭。当然其实之前我在英国留学嘛，经历过一次消防演习，特别的真实，跟国内不太一样。当时是凌晨三点，所有人全在宿舍睡觉，然后火警突然就响了，哇，大家都以为着火了，你知道吗？拼命往下跑，好多姑娘衣服都没有穿就跑下去了，哇，然后到了下面那个宿管才跟你说，哎呀，我们这是演习，骗你们的。当时我觉得我这种演习可以多搞。但是说到一些假不了的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安全措施是吧，看上去特别的没用。比如前两天我去参加了一次跳伞，就是坐飞机从4500米的地方唰跳下来，其实挺危险的。然后上去之前呢，教练就给了我一副防风镜，给我穿套衣服，还给了我一个头盔。我接过头盔的时候我就懵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从4500米的地方跳下来，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要头盔有啥用？难道跳不上？哎呀，降落伞这么打不开，还好我有头盔。就虽然很不能理解，但是我还是把头盔戴上了。上去之后才知道，4500米的空中风特别大，头发容易乱。但是戴上头盔就不一样，万一出了什么事儿，起码走得比较安详啊！谢谢大家。
掌声有请吴星辰。投票吧。大家，我是吴星辰。对，你们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啊 ，No Star。李诞，我原来是你们那队的，知道吗？连着六期了，现在让我上来了，啊？为什么？我告诉你，真的，我到这个队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们红啊。哎呀，那我让你去那队也一点都不后悔。真的，我这个节目到现在第九期，我连着上了六期，连着上了六期，我的天，就一个多小时的节目，有我的镜头就三秒。我家里朋友现在为了看我的镜头，手速都特别快，真的，就方向键调进度条，空格键暂停，你知道吗？哎，吴星辰出来，啪！哎，吴星辰出来，啪！过了过了，啪！我的天，我妈老板都疯了，都多少年没碰上街舞团的了。二年什么？街舞团。真的游戏，今天说什么拒绝懂事 be real 对吧，我从小爸妈就让我做一个懂事的孩子，我就特别懂事啊，但是懂事的孩子不幸福啊，真的，你就比如说原来上学的时候对吧，每次考试考砸了你们不敢回家对吧，是因为怕挨打，我不一样，我懂事啊，我不敢回家就单纯的是怕我妈手疼，对，疼在她手上疼在我心里啊，取而代之啊，我就把这份伤痛留给我自己，你就多少个在网吧的夜晚用键盘折磨自己的双手，嗯，点鼠标点的时间长了肩膀都会疼啊，我又错过了多少个和家庭温馨团聚的夜晚，我懂事啊，我不幸福，真的不幸福啊。后来啊，第二天回家我妈很生气，吴星辰啊，你说要求我下次考试一定要进步十名，我说没问题，没问题，进步嘛，太简单了。第二次考试，我就带着手机去考场，哈，到了考场，我先把手机放桌子里，啊，对吧？老师就开始发卷子，刚发卷子，你要瞧不瞧，来电话了。我觉得我是把手机给静音了的，但是我忘了关震动了，你知道吗？就在桌子里一直响，一直响，我天，我都吓死我了。老师就下来了，吴星辰，手机拿上来吧。我说，哎呀，老师你看，我都没带手机，嗯。我这是自己学着玩的，嗯，你看我学的像不像，嗯，对啊，现在我是一名已经是一名大四的学生了，你知道吗？其实刚才说那些网吧啊，对，作弊啊，就不要模仿啊，真的不要模仿，一点都不是懂事，真的不是懂事，就作秀的懂事。就包括前两天刚开学，我们学校的院长就给同学们开那个动员大会，就告诉大家什么才叫懂事嘛。但是那个场景啊，就在我眼里看来，就像是一个养老院的院长，在给一帮老头老太太做思想工作。上来第一句话就：“你们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啊，我看个别人的精神已经有点涣散了。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啊，每当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你想一想家里人把你们送到这儿一年得花多少钱，人生千万不能留有遗憾呀。 啊告诉你们，等你们出了这道大门，那可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呀。谢谢大家，我是吴星辰。喂，太好了，太棒了，很好啊，很好。星辰啊，大四是吧？没毕业呢是吧？星辰，我这么跟你说吧，啊，院长看完之后让你进不了另一个世界，我跟你讲。来，各位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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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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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的票的高和低将直接决定本场最终的结果，究竟是博洋还是吴星辰，绿队红队投票开始。来，两位安安给加油，
天，来看一下，博洋对吴星辰最后的票数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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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9，票数悬殊如此之大，是吧？干什么？博洋，别听，很大，别听，别听，别听，说吧，说吧，说吧。我觉得博洋说的确实有点。五号，票数差距如此之大，更重要的是，你们约等于是零票吧？啊，对对对对对，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整场比赛的结果，总票数是。我的天哪！所以，掌声送给对不对？各位，这是对不对连续3周第3次获得胜利。来吧，二位老师，池子老师，别，王林老师，欧阳老师，三位来商量一下。小王，我选欧阳靖，因为他确实在别的节目也没有拿过冠军之类的。我想说，其实是我或者不是我都无所谓，因为在这个舞台我完全有我16岁的感觉，所以我想说你过来，你过来。 You're my hero。 好 You're my hero。 好，哎哎哎，欧阳靖，欧阳靖，欧阳靖，这样听听听，攒累死魔都，攒着点劲儿，攒着点劲儿。 You're my hero too。 No You're my hero。啊，好不好？ OK OK OK， 你说，不好意思，太开心了。哎，我想问一下欧阳靖，你是来当嘉宾的还是来砸场子的？我自己都不清楚，不知道啊。Smile， 好的啊，因为你呢是这一场的小王，所以呢攒着点劲儿，因为咱俩一会儿不是还要乒乓啊？对，来，请安安送上小王戒指，谢谢。好，谢谢你。这是欧阳靖，欧阳靖感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很开心。无论之前你们在这个中国有嘻哈认识我，还是在这个节目认识我，我都那么感谢。希望你们今天很开心，然后希望你们明天都很开心。谢谢你们，谢谢。都来，王刚老师，对，大家就是开心嘛，是吧？而且我们今天的这节目主题特别好，大家老说 keep real，keep real， 在生活当中，其实 keep 的差不多就行了，是吧？也别没事就使劲强调我要多 real。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很多的身份，刚才王刚老师也说了，你出门之后你要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那我要是就是不出来挣钱，我就在学校教书呗，是吧？挺好的。我干嘛？不是，就是说那个身份很重要的意思。啊，等等，对，我可以再说一句吗？可以。我刚想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 prize 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在中国所有做这个 stand up comedy 的人。Okay。是的，没错。但是暂时来说，我会放在我的家里。啊，是的，好。不是，我现在再次确认了，你老师站好，好吧？我再次确认了，他是来砸场子的啊。是。对，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都有不同的角色。我的角色就要求我在最后就要在这个地方再次向大家隆重推荐由 FlexRide 自适应驾驶系统的别克新君威，不容易啊，不容易。这款完美的车有日常、旅行、运动3种驾驶模式，3种可以完全适应你的不同的驾驶风格。我的风格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在社会上，我们让自己轻松点，不扮演角色招人讨厌，同时我们也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当我们看到一些人可能他的那个角色我们不喜欢的时候，我们要换位思考，可能他不得已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事情。每个人只要是心大点，别老想 real 不 real， 是吧？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找到自己了啊！幽默不论学历，好像要义。各位，这里是京都电子脱口秀大会，下次见。
念广告不如念慈庵，肺要经常养，大笑不缺氧。感谢收看由宇宙养肺老字号京都念慈庵独家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大会，就鲜就嫩就是好喝。本节目由最能装嫩的现代牧业鲜与纯牛奶新鲜赞助播出。感谢科技亮瞎眼浑身知识点的全新一代别克君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整形别冲动，先看看新氧。感谢安全靠谱信誉强的新氧整形 APP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人我脱口秀三种果粒好享受，感谢美之源三重果粒橙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记录世界记录你，感谢输赢无所谓记录最可贵的快手短视频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胃不痛笑得动，感谢一步到位的达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啊，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好，但是呢也别极致。我们都说要活出真我活出本我，但是我们毕竟有周围的环境有周遭的伙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在活出自我的时候去顾及别人的感受。对，我最看不惯的不是有哪些虚假的行为，我最看不惯的是一种虚假的行为，叫做拍马屁。这又赢了啊，三个冠军啊，我真是拿不下了都有点。跟你有什么关系，都你队员辛辛苦苦得来的。不是，代表我们整个队不队的一个荣耀，这个这是上上期建国得到的一个。厉害厉害、啊、建国的哈、这个啊，这个是上期斯文戒指啊，斯文力压群雄那个感觉，这个就很不一般了。这是个欧阳靖得的戒指，厉害厉害。你我交代，怎么交代跟队员，你孩子还是天真幼稚，不相信魔法的存在，你干嘛呀？你传说的是真的。沈老师，我觉得我们这次输啊，你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是是是，就是啊，你还是节目的培训导师，都培训啥了？净给池子他们培训。没有没有没有。你说你，我们公司专门负责培训人说脱口秀，你说你给人家培训挺好，你说，你说你怎么让你气得我胃疼？你还好意思说？你作为一个队长，自己都不上，怂。小队长嘛，可以决定自己上不上，同时也可以决定你们上不上的。哎，我说沈老师，你不对了，对不对？你我这什么东西？你演的他什么玩意儿？这是？行行行行。Hey man， 呀、yeah. ，你是黑胖妹？对，我是乒乓妹。乒乓妹。作为黑胖妹，对，你必须要练好球，好不好？从基础开始，但是好不好？不是应该用球拍吗？我是乒乓妹还是你是乒乓妹？你。对啊，让你练就练，好不好？ Peace peace peace， 检查一会儿啊。乒乓是什么？什么是乒乓？乒乓妹，练得怎么样？还可以啊，不错啊。你吃吗？球拍是吃的吗？在这吃干什么？这是？